再来一个又果是省水的季节，市政府教育局为了预防全岛省水的安全性，5月19号在应华市政中心来召开记者会，首先由着永康复兴国小的学生来示范吃水时的口诀，叫叫生泡滑。接下来第四步，泡，我们可以借助我们手边可以有一些的漂浮物，比如球啊、绳啊、瓶子啊，一些有空气可以浮起来的，借助这种漂浮物来达到一个自救跟救人的一个动作。台南市呢，你从107年到现在，已经连续好几年都没有这个学生的溺水事件，我们要保持这个记录，不仅这个防疫要加力，今天希望防疫能加力，这个今年也希望溺水事件能加零，不要发生任何的溺水事件，这部分很重要，也希望说这个记录能够维持住，能够保障我们学童还有学生青年朋友们的安全跟健康。教育局来表示说，市政府设有台南市水域安全网的网站，宣导正确水域安全的知识，也会当查询市内适合做水域活动的开放水域和游泳池。黄德市长最后也和复兴国小的同学再一次来宣导。叫叫声涛华，我看复兴国小赞不赞？赞。